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边，发生了很多的事儿，大多数都是私事儿啊。我也趁这个机会呢，稍微的休息了一下。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呢，是我这个牙做了一个牙齿的整形，现在是个豁牙子了，前面这个下边这个牙缺了2颗，所以说话非常不利索，不仅吃饭非常的困难，说话我自己也觉着稍微的有那么点别扭，特别是这种。说的稍微比较长一点，就会，反正自己觉得就不太舒服吧，也就不太愿意出镜了。趁着这个时间呢，我也稍微的休息了一下。坦白讲，过去4年里边，其实没有过很长的休息日，即便是出去旅行了，也要去考虑做视频这件事儿。这个确实给我自己带来了挺多的困扰。这个牙这事儿啊，确实也拖了挺多年的了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一想，得嘞。一咬牙一跺脚，就狠狠心对自己好一回，起码为自己做一点事儿吧。牺牲这2年就2年了。那最近这段时间，我逐渐的适应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战胜了自己心里的这些种种的一些问题，或者是恐惧，或者是焦虑吧。所以觉得，哎，特别是今天，其实我今天出来是干别的事儿，哎，走着走着，我发现我突然间好像。就是那一道坎儿，好像就过去了，就自己的心里的这个问题，可能就一下化解了。说实话，做这个频道很焦虑，压力挺大的。数据啊，收入啊，制作内容方面，各种地方其实都有焦虑和压力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有压力和焦虑感的这么一个人，后来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啊，以前真没觉得自己是一个。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心有点太紧巴的这么一种人。这段时间自我反省了一下，我发现我就是，所以我也是尽量的去尝试很多新的方法，能够让我自己能够不要那么容易焦虑。平时比如说我来这种地方录视频，绝对不会像今天似的，我坐这儿就开始录，周围还有别的人或者我前面走来走去的。有一点噪音，我就会觉得特别紧张，因为当我上传到网上，大家听到就会觉得啊，周围很嘈杂，这个音效不好，画质不好，各种原因吧，没对上焦。以前真的是对这些事情，就是有一点就感觉就自己这事儿没干好，所以就特别容易有这种焦虑感。所以现在逐渐的也是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，让自己不太在乎这件事儿。所以现在。我试着带着这样的一个不在乎的心态来制作未来所有的内容。今天呢，就是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最近的这么一个状态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会尽可能的回到以前发视频的这种频率跟状态，甚至于可能会有新的一些改变。但是大体上内容还是会围绕着我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，我拍的东西，我使用的设备来给大家做一些我自己真实感受的分享。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频道当成是一个什么评测频道，或者说是一个摄影教育频道，它只是一个活生生的摄影师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、遇到的。所有的问题的一个汇总，那我学到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些操作的方法，我都会分享给大家。那么在这个视频下边呢，欢迎大家给我留言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哎，对了，有个小粉丝提醒我已经在 B 站有20万的粉丝了，那么就把这个视频当成一个20万粉丝的特别内容吧。在 B 站和 YouTube 的这个视频下边留言都可以，我会一一的看大家所提到的问题，在未来的这个内容当中呢，我会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答，大家可以问我任何问题，但是请不要问我一个问题。其实有一个问题，从一开始我做这个频道到现在，可能有个别的我回答过，但是大体上，我发誓98%、99%的私信。和留言我都没有回复过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让我帮您挑选富士相机。对不起，这事儿我干不了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卖相机的，我也不了解所有的富士的型号，我只是在之前的4年当中用过它，而现在我也不用这个相机了。您来问我，您有这个预算买哪台，我真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。
整体来讲，富士是一个很不错的相机，作为平时拍照、旅行，我都觉得还挺好的。那么现在我换成了尼康的相机，是因为我是一个职业摄影师，在我的职业发展当中有了一点点的变化，也就是以前我拍的东西现在变了，所以尼康比较适合目前我的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，所以富士就暂时放下了。但如果您问我富士这个相机值不值得买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，还是可以值得去推荐的。毕竟在过去四年当中，我都使用的是富士的相机。那么其实后来考虑跳到尼康，不仅是在工作流上的一个变化和工作需求上的一个变化，最主要的还是它的价格吧。因为当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咱们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些所谓的参数，而是价钱。当然在价格相差很多的情况下呢，您就知道啊，那我只能买得起这个便宜点的，或者说我能承受更贵一点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情况下，那咱们再去比较参数，哎，哪一个可能更适合自己想要的。那如果您是一个第一次购买相机，刚刚接触摄影的这么一个爱好者，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无所谓，就是买哪个都行。得嘞，那今天这个汇报视频咱就到这儿吧，这个天儿也差不多，我也准备往家走了、大家记得留言，我会在之后的视频当中回复。还有呢，就是城市行者的课程呢，现在已经更新到15级了，大家如果对延时摄影有一些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13、14、15这3级内容，一定要连着看，从13开始看起。得嘞，咱们下期见。我天哪，在我旁边的这个草坪上居然有一只耗子。这耗子跟这干嘛呢？吃草呢还是怎么着？好家伙，哦，它冲我走来了。耗子呢？哦，它捡零食呢。天哪，别过来，别来。